有一条路叫做金湖路，金湖路拄多一百号，
啊，所以伊讲哦，中国跟台湾的人民哦，何其的无辜啊！哦，拢有辜的哦，过来开始就骂民进党，伊讲民进党哦，深知国民党其中的庞大利益，所以如法炮制，这是令人遗憾。希拉里安尼讲的哦，喂，各位，再我行来讲哦，啊，咱话来看面讲哦，希拉里讲一句哦，民进党深知国民党其中的庞大利益哦，所以如法炮制，听，听未到无？ 希拉里要讲国民党对咩利益台湾啊？民进党想要甲占台，如法炮制啊！这是让人遗憾哦。所以，伊讲哦，美国的人民哦，伊讲台湾人民哦，伊个地位吼，拢无了解。所以，美国的人民哦，对台湾人民哦，非常的不谅解。好，诶，咱靠欺负，靠美国人对咱不谅解，所以咱是爱甲拍平哦，过来咧。 六年外前，咱台湾知吼，迄阵马英九是不是有进口美牛？疑似有狂牛症的美牛呢？希拉里家己讲的呢，迄阵咱台湾人袂了解，咱台湾人一直以为啊是美国施压，所以马英九不得不开放美牛呢。结果希拉里就讲了，伊讲马先生啊，不顾台湾人民哦，可能因为狂牛症。 而死亡的消息呢？因为马英九参中国吼热线曝光去互美国人知影，所以前国民党吼，前参详讲，转移焦点吼，家己去甲美国人买进口的美牛入来呢，有要求无？毋是美国人压力啦，咱拢要唔对啊啦。第四名第几只嘛，我咧要啊，迄是美国的压力，所以马英九不得不开放，对无？结果希拉里即摆甲伊讲啦，是马英九家己甲伊甲。 美国什么人会？啊，为何卖叫那也未使去参美国、参中国人热线呢？知无？卖叫是对啦，中国人嘛吼，奇怪哦。啊，中国人甲中国人袂使热线，为何？咱来谈这个讲个话题啦吼。因为二零一七年战争了后，咱日本国家战败了后，日本政府放弃台湾，甲朋友的关系，就是使用权啦。但是土地那个属于天皇的，当然是卖叫阿三将军。 甲日本、甲台湾吼，委托蒋介石暂时托管啦。啊，台湾是美国的哦，美国咧管的哦。美国海外领土，美国占领区哦。美国是民主制度，共产党是共产国家，民主甲共产国家是敌对的。哎，啊，马英九是等于是美国人所请的，就好比讲吼，啊，你是你贵是？ 啊，但吼，假设你参这帅哥是兄弟啊，亲兄弟啊吼，啊我参你小弟哦，阮两个开的公司拢高科技，足精密的，拢共款的。阮两个做工图会经济未？有三个机密未？会吼，啊，但是你是伊的亲兄弟啊，但是你拄仔咧美国公司咧，我请，请做总经理，啊，你只讲伫办公室，等厝内拢参你小弟，请我时阵，啊，去我知影，你看我会甲你改。 类似像安尼，哦，类似像安尼啦吼，所以咱会晓了解即点的关系哦。马英九伊当完以后，伊这执政团队是美国派来暂时顾台湾的名，但是我咧暂时是暂时是大七十年的，因为台湾人吼，二二八刚开始时阵啊，拢是精英，啊老的一寡较高义，较高义的就拢唔爱出政治，啊当面就安尼啊，对无？啊共提钱来怎话啦，拢是种的，哦。 所以这个骗子吼，过来，这个今年的3月初五，这新闻全世界都看得到新闻哦，大家都知。这条呢叫做 M503航线。这条呢就是阿强阿飞，伊即马一工过了8台，而且咧飞啊。过去阿强阿飞，伊干来当飞来得了呀？为何？这七十年拢飞来得了呢？因为1949年国共内战，金门马祖，因遐伫遐咧管嘞，去互摕无去。 所以，因为咱陪咧，但是即摆阿强阿三伫台湾，因爷爷伫要当归家啊，所以海峡甲伊来抢一半，安尼看有无？全世界人拢知，敢住伫台湾即个土地人，毋知，哦，即个台湾人拢一直自以为是中国人啊，哦，拢讲骗人知哦，中国人实在是哦。
该有诶有诶。税金是讲咱停去南，停去华咧，税关存在之后咧纳税金咧。啊，平常时买物件、创啥、每工生活咧消费，迄拢有税金咧。税拢包含伫内底咧。人咧外国人、欧洲国家，伊讲，譬如讲即个物件五十块，啊税三块，伊用啥钱来做？啊台湾哦，伊讲。变咱这五百，拢个咧六万七千几下底，啊，其实拢几下底，较侪咱嘛唔知，哦，即个拢个咧纳税金吼。咱纳税金请海神厝开咧关公，啊，金门妈祖吼，啊，叫我咧管，哎，过来。被岛的金门妈祖人如果要办美签的话，这个国籍必须要改成中国大陆吗？这是民众的投诉，说他的朋友要到美国去念书，手上拿的明明就是台湾护照，但是在签证的申请表上面却要写中国籍，让他觉得很不可思议。来听听 AIT 的解释 ，AIT 说，因为金门妈祖属于福建省，所以国籍才会被归类成 China。民众在 AIT 外头排排站，准备办美签，但有民众投诉，金门人要去美国念书，签证上的国籍竟然要改成大陆 China 才行。很多这个金门人啊，去申请美签，要求被冠上中国，我们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。美国在台协会不能因为金门是福建省金门，就把金门当作是中国大陆。有民众认为不合理，因为手上拿的明明就是台湾护照，填写申请表时却要更改国籍。美国在台协会也指出，因为电脑系统分类，金门马祖属于福建省，民众办美签时国籍才会归类 China。太对了，这个是不是在福建？因为金门不是就是在福建省，所以呢，这就是大小便便有几个这个问题的。一直以来都有的问题，询问外交部也只说要再研究。只是金门马祖人本来想单纯办个签证，最后却还要为了国籍伤脑筋，打出不可思议。订阅新闻总的报道。哦，美国 AIT 嘛咧推皮球，哎呀！一管对金门妈祖就是小福建省的啊，所以电脑开会就一定安尼嘛吼，十个电脑去啊。金门妈祖原本本来是中国的啊，这其实足清楚啊。台湾人为何会安尼呢？因为咱讲，咱所读的教科书就是伊编出来的，哦啊，包括电视咧播的国语、报道语，所有的戏剧，拢咧甲咱洗脑呢。咱讲洗七十年啊，真正吼，当然啦，大部分人拢够洗去了，拢知。包括顶个月吧，顶个月高中生有咧抗议，你知啊吼？课纲微调，迄高中生抗议几落个月呢？你敢知？应该知啊吼。哦，迄个叫林冠华吼，迄个高中生真可怜，伊伫遐抗议时吼，因老爸老母甲误解，干妈讲囡仔人读册毋读册，去倒咧抗议这有诶无诶，吼、哦？啊，你讲去往遮尔离婚离婚都毋知，去往民进党离婚都毋知。迄林冠华甲因老母讲：“你大人才会讲细囡，阮囡仔袂啦。”各位敢真有影？确实吼，因为咱讲读伊个教科书，看伊个戏剧，看七十年啊，去互骗啊五五岁啊，包括连户籍填本嘛，咧甲咱骗，对无？啊，即摆囡仔袂讲骗啊，因为网络啊，上网，网络无国界啊，上网查就知啊。所以抗议几落个月无效，所以你个林冠华伫咧二十岁生日间选择自杀。当然这是不好的，但是伊无路好行，选择自杀抗议。当然自杀了，因老母才发觉讲啊，爸母啊，当然是因囝有甲咱讲，讲吼，恁大人才会讲细囡仔囡仔袂，啊，即摆已经袂有啊。所以林冠华伫咧顶个月出山伫帮游殡仪馆吼，到保联一个官员无行到咧，真要死咧。哦，这种啊，你知影这课纲微调内底迄个带领迄个教授哦，姓王，白人某咧王小波。知啊吼，王小波啊，王小波的新闻，真正的新闻你敢知？中华统一促进党的副主席，这个都捌听过啦吼。啊，主席什么人你敢知？白人，因一堆人嘞，咧编教科书，互咱个囡仔读个，当然伊来去抗议嘛吼。这高中生。少年仔拢会晓上网咧看网络新闻吼，所以少年仔吼，较袂讲骗个，咱讲骗七十年啊。少年仔吼，骗到无遐久吼，你看网络新闻吼，一条一条拢有写。自台七十年中华民国流亡政权即将离开台湾，这全世界新闻咧。哦，啊一挂
那个戏剧内底绝对无咧过节啦吼，八连档无咧过节。
杀猪拔拔毛，反共抗俄，伊即摆当几家啊？啊，咱细个时阵，大家拢反共抗俄，比如啊，即摆叫咱反共抗俄的，即摆拢几家呢？啊，台湾人吼，啊，真正看有吼，争权做人吼，这个旗啊开始是假的，哦，对，旗才是真的，你知道无？这个，如果看咱伫台湾的选手囡仔去外国比赛，若行去中华民国，伊迄个假国旗啊吼，拢个阿强阿抗伊拢阿抢的，后尾等伫台顶领奖的，人家拖的有无？啊，无就甲拍。这这台湾人真爱看吼，正经代表国民党的这个旗啊。因为伊是一个流亡政权，所以伊是予咧中华民国流亡政权在台北，这条伤长，啊，中写嘛写袂落，啊，写落嘛足歹看，哦，所以伊出头就去两个中华，后壁两个台北，有，其实伊也有甲咱骗啊 ，Chinese Taipei， 中华台北，中国台北，通通一样，大家知吼，中华人民共和国，简称中华民国啦。嘿，伊拢中国人，那中华民国又可以简称中国，所以伫联合国啊，足侪人咱拢敢听讲，我们退出联合国，靠了当时台湾人捌加入联合国啊，啊中华民国嘛捌退出联合国啊，联合国迄个席位啊，迄个大位啊，还阁写中国呢，即摆毛泽东派人来做嘞，过去是咱老蒋来做，即摆毛泽东伫遐做嘞。伊毛泽东即摆来，还佫活条就对啦。若知影计发力哦，伊会气死，嘛是会气死。为甚物？无代无志，去啊！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改国啊！啊，若无即摆中华民国所有物件拢伊个呢？你知无？所以毛泽东会气死。另外，这个是真个啦吼。过来，这个有无？这朱木炎嘛，大军队选手吼，伊出国比赛拢爱举这个，举这个就无人来管啦。这个就是流亡旗啊，哦，代表国民党的流亡旗哦，中华台北。为什么呢？我才阁证明一项代志哦，咱大陆知哦，咱住台湾遮久啊，为何高雄县市吼高雄关市一旦合并，有无？过去高雄关啊，高雄市啊，即摆合并啊，啊，台南关市嘛合并啊，啊，台中嘛合并啊，有无？啊，桃园嘛合并啊呢，独独为台北关市袂当合并。这个咱看出来，因为台北关市如果若为合并这个规划国际化，因为伊这流亡政府、流亡政权住伫台北市呢，你即摆去甲台北关的土地送互伊，要会使？这规划国际化嘛？为什么中华民国因为某伊因为重要的单位拢设伫台北市内底，伊绝对唔敢一个所在一个单位搬入去台北市，啊搬入去台北市就是规划国际化，就爱离开啊。包括讲打来阿妈，应该大家知无？达赖喇嘛即摆嘛是流亡的，伊即摆流亡走到哪了？走到印度一个城市叫德兰。啊，伊住达赖喇嘛住伫德兰城市的时阵哦，伊嘛有咧选举呢，选家己的民意代表啊。但是印度人敢有啥物咧投票？无呢。啊，为何流亡即摆走来台北市，啊，规个台湾人参伫遐咧投票？够生效的，从七十年啊，都真正爱清醒啊。啊，要安怎吼？在座看拢知吼，大家拢足有福气吼。还佫有智慧，你也甲亲戚朋友讲哦，你看伊足巧的哦，知阿姊也足巧的，好，来甲讲伊还是会认同，足巧的，未必有智慧。亲戚讲，嗯，阿你讲骗伊讲，讲啊，册都毋是安尼读的啊，对无？尤其是我旧年有甲亲戚一个朋友哦，咧做老师，啊，我讲者伊讲，你咧讲的唔对啦，哎，差得多就对啦。我讲，陈老师。你做老师，你教我俩，先甲教唔对，你甲知讲，我前头个就是安尼，哪教唔对？我讲你误人子弟，你甲现在又好变，我怎甲消遣啊？我讲你误人子弟，你读唔对，啊，就你唔对，甲囡仔骗安尼哦。伊做老师，啊，结果吼，最近有做个新闻，包括我传迄个死啊个伫国外报告遐互伊看，啊，佮我若有啥物物件，我就赖互伊看。结果顶礼拜甲我讲，又说，我看即个人真呢，啊吼。啊，这收钱要安怎借？要开始来办啦。哦，来开始借好一条本啦。咱来好一条本吼。我讲来讲骗唔知吼。各位恁有开始借收钱无？要无借人请也借钱好无？我调查者。好，恁即摆若去户政事务所甲签日本时代好一条本吼，
美国人真巧啦，咱即摆看，大家嘛讲，我台湾人，对无？看袂出来嘞。对华一天，阮签了就知啊。对到1942年9月初二的进程，如果咱的爸阿母、爸爸妈妈，也是阿公阿妈，也是外公外妈，拢有许日本时代华一天阮叫咩？证明你是本土台湾人吼。但你若注意看哦，华一天阮日本时代华一天阮哦是写毛笔字的。哦，啊，完全拢无写到中华民国，有写昭和几年，还是大正几年？啊，恁有看到迄华日政府有一块乌乌无？有吼，有诶有，有诶无啦？不是，有有特别一块甲你画乌乌，画足乌足乌安尼有无？哎，乌乌内底有物件，你毋知？不是大啊，伊用诶，伊毛笔哦，画咧画画画啥？迄个会当画啊？啊，乌乌的关键有写一个福，有无？有吼。啊，有写一个狂啦。啊，表示哪样知无？写一个福，写一个狂，啊，有写一个生，啊，嘛有写一个骗。日本时代有假骗的，假骗的有得钱的。哦。啊，写一个福的，就是我嘛写一个福，因为我讲好落的。啊，讲好落，伊就甲你注记是福。啊，为何叫国民党要甲迄个？下底迄画条，甲咱留迄个福，你若无爱做画条，也是拢卖画，就是要甲咱骗嘛。迄、那个画条内底写一个生啊，熟，熟番啊，咱那白葡萄有台啊，白葡萄伫台湾，迄、那个荷兰人管三八年，提前讲22年，清朝清国直接212年，加到到300年来，拢咧管西半部的，高山海拢管无着，所以咱的祖先偏不随一定要土化嘛。哦，我的祖先有一代四五代前有一代去学着河洛的，哦，啊，即摆伊就注记为李福，哦，迄是语言的注记啦。啊，若去学着即摆讲话客家，其实无客家的，这个名字，你国民党编的啦。这个是广东哦，一个少数民族叫做粤族，百越民族啦。伊讲的是类似像广东话的。啊，所以有一代祖先清朝时人学着迄个。客家话吼，爱甲你注记互你讲，啊，只嘛要甲你骗，就是甲迄苏番拢袂掉，啊，留迄个官甲你骗，佮有看，你做甚物福建，你广东来个啊？啊，你姓福个，有啥是福个则无？你做甚物对福建来个？黄山过台湾有无？拢安尼甲你骗，骗到只啊够厉害，只70年来吼，因是有计划一系列的计划的，所以那个只是语言的注记，绝对不是福建省或是广东，我袂讲吼。来，这新闻哦，报真大吼。六年前，美国国内我哩破坏讲，叫伊是毋是中国人爱赶紧建设金门码头、甲平潭岛，跩马英九摕台湾人个钱，57亿追加再追加，一直追加很多的多，台湾为你做不骗，摕钱去送金门馆长啦。这新闻看到啦吼，送金门馆长要创啥？起迄条金门大桥嘛。小金门甲大金门中5公里，或者金门大桥啦，即摆起袂好啊。未来是小金门、探厦门或者金厦大桥，迄卖做，因即摆拢要做桥。迄条桥的钱哦，袂去甲咱挖，因咧开家己的，啊，其实家己嘛是咱的钱啊，伊早甲咱挖袂变啦。哦，最近有足侪新闻哦，迄、那个湾哦。最近有一篇影片要上映啊，应该最近吼咧翻身回家，捌听过无？知影无？若找时间来甲看卖咧。翻身回家，你敢知啥物叫翻身？真侪人毋知吼。翻身就是当时日本时代吼，二次世界大战，台湾有648万人，其中有48万是日本人。所以麦克阿三将军从军舰甲48万日本人载登日本，留伫台湾才剩600万本土台湾人。那迄48万内底吼，有24万吼，是伫台湾出世的，所以叫在台湾出生的叫做翻身。吼，即摆吼，迄个导演吼，迄个作者叫做田中实佳，迄仔呐伫台湾读高中毕业了后啊，才去日本读大学。啊，所以有一天在日本参加因妈妈一个朋友的迄个丧礼活动哦，啊，伊坐伫边仔听一挂老伙仔咧开讲讲，哎呀，我们这些翻身哦，越来越少了，
啊，伊头一摆听到万生，伊个老懵，现在的万生阿条乌都伫台湾生啊，所以伊条块这个证明了，前前日就来了个阿个帮助，就是伫台湾出事迄二十几万人，伫台湾出事万生哦，他很多千里迢迢从日本坐飞机来台湾去火葬所做新鲜一点出生证明，你就好去结婚，已经过了嘞。伊从无到有来台湾经营，有钱到尾啊，叫因四十八万人日本人要离开台湾的时阵啊，做袂到，设一间叫做日产公司，日产公司，限制日本人拢啊悄悄讲，恁的财产拢啊留伫这间公司，啊，我写留单给恁，以后恁会当提这张单回来领，啊，恁辛苦一人会当带一千块，当然是限制一人带一千块走的了，辛苦当日本时代生活，因也无厝也无。有头路咧，所以我完全是真可怜啦。我即摆有足侪已经未富啊。我知一个上少年，73岁，大姐，73岁啊吼。所以伊就是离开日本的时候，伊两岁。哦，1945年离开台湾的嘛吼。所以因走的时候，把迄财产拢留伫国民党一间叫做日产公司。啊，伫10几年后吼，因摕迄单会当倒来台湾的嘛吼。因要找国民党讲，啊，我来领我较大的财产。伊讲阿水马线，迄间日产公司哦已经结束营业啊。啊是你着，国民党若输去啊，你着228，共占日本人的财产，228台精英，过来40000+，财产人抢偌济嘞？我台湾人真正爱清醒啊吼，我做个新闻好看吼。过来，伫今年4月初，即台美军 F-18迫降台湾机场有无？这新闻大家有看？迫降，迫降，迫降，伊家咧讲。下面就是迫降 F-18 这军机呢，战斗机那也算随便迫降。因为啊，这是美国人挑人派进来 F-18 叫做大黄蜂，挑人家降落台湾机场。为什么你知无？因为啊，伫咧两天前，就是3月28日迄天，中共派一台战斗机有挂飞弹哦，飞去巴士海峡射击的国队，把美国人当作生气的啊，宣示主权，讲讲一刀刀的我挂嘞，再派进来。战斗机降落台湾机场，那首相发布新闻稿，讲希望北京当局啊要看得懂意思哦，这不是迫降哦，这个叫例行性着陆。今天拖着我美国人来管的，什么叫做迫降？哦，所以呢，中国的发言人马上回复美国的谈话，伊讲那希望你们美国哦，恪守一个中国政策，转世界跟他切中国，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绝对没有中华民国。各种一种政客吼，所以连简大后了吼，朱立伦是不是才背过一些无论见习近平，咱新闻拢看得到吼。伊讲啊，朱立伦甲习近平讲，讲我们两岸同属一个中国，有无？就是没有中华民国了啊。朱立伦嘛，就是安尼讲啊。过来黄秀柱是讲一中同表，一中同表就是。两岸我们两边的中国人都讲一个中国而已啊，那个绝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，绝对没有中华民国。这里对台面上的人物都新闻都有在报，已经没有中华民国了。到今还阁做着台湾人，中华民国万岁！伊刚双十节还阁做着人去，哦，做着人看啊痛到要死吼。所以黄秀柱一到尾啊，伊讲一中同表，做着台湾人听话，迄政治语言啊。所以以前刚才讲别人，伊讲我不能说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啊，对不？总算台湾人拢听有嘛吼，但是作为台湾人听有是听有啦，歪是啊，你拢学袂讲，嘿嘿，可怜台湾人吼。这报道我看到，去年6月17日，《自由时报》A4版刊啊真大篇吼，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哦，海军司令，国海军司令出席美舰队司令交接。其实去年的 ROC 的中华民国的军官已经交予美国军事政府遐了，已经交伫遐，那美军的指挥啊。过去会写中华民国海军，即摆拢唔敢写。哦，海军有无？哦是谁？哦是谁？唔敢写吼。伊台湾那边都袂咯，我一直讲台湾那边，俺唔知识得袂吼。我嘛台湾人啊，我嘛讲变作古的，迄是到去年我入来了解，读到法律了，我就气起来了。哦，海军哦，海军过来，国军标案，海防也是建国会，维权维权就是爱开钱呀，啊，国军是多一股，哪一股？中华民国，我刚写好，
五金标啊，啊，即摆省人咧换届，国民党嘛，啊，请美国人买钱就是爱开钱，啊，开钱国民党又搁考虑上个地啊，哦，来看这吼、哦，来，这四月初一迄天，宜兰办公室伫四月初一迄天成立，过去伫宜兰，宜兰市吼、哦。伊、那个宜兰县警察局会正对面几多年啊？啊，因为宜兰就是管移花多，啊，台东人若要来办公室照顾呢，到尾因参详无设立花咧，我四月初伊刚承认吼，所以伫花咧的《东方日报》记者家己写的吼，台湾民政府啊，美国在半年后接管台湾，各位四月初伊刚写的吼，四月初伊报道刊的，半年后接管台湾，也要顺受理交审哦，四月份。五月份、六月、七月、八月、九月、十月，有，这么几月？是不是在挖在挖？哦，有很多迹象，一直显示出来哦，即将要使这中华民国百分之百离开哦。这咱台中手的吼，伫四月二九迄天吼，咱台中手迄天嘛有几落百人，摕着观光旗，摕着民政府旗啊，摕着美国国旗，伫台中游街底啊，台中市民讲。讲台中市民要甲台湾，我台中办公室吼，台湾民政府台中就拢传好啊，随时会当来服务台中市民吼。伫遐游行，啊，自由时报的记者家己甲咱写，千人建筑走出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，咱们诉求就是这啊。台湾人是比正面的所在，台湾人免做兵，免买武器，对无？日本是台湾的祖国，这是咱们。主张会下哦，迄天明明两三百人尔，记者出来写千人建筑，做出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。各位，记者拢个平民嘞，记者拢足厉害，伊知倒有钱要赚嘞，伊知啥物人要做老板，伊拢知嘞。所以出来破风流嘛，明明两三百人写千人建筑哦。过来，去年的九月初，这个新闻绝对足侪人无看，因为即摆较少人咧看报纸。去年的九月初吼。自由时报刊登老片哦，安倍内阁恢复自治主义前，伊讲台湾来讲攻击啊，日本已经会使出兵相救啊。各位台湾爱知吼，其实全世界武器上精密的、上厉害是日本，美国人讲的。日本本来就足厉害吼，啊，即摆日本当然是自主性的代志，剑刷了、剑败了，麦克阿瑟将军把日本当作是大日本帝国，会宪法改掉，改成新日本和平宪法。把日本人的两手拔掉的，恁袂使出兵，敢会当有自卫队有无？所以去年的七月初进前，中国是毋是使船钓鱼来甲插旗啊？插五星旗讲迄中国的，啊日本人足生气，伊袂使出兵，敢会当甲抓水尔尔。你去年七月初以后到即摆，故意我甲恁保证，无人捌去看过有人使船去钓鱼来抗议，毋敢去啦。因为去年的七月初已经恢复自治主义前，日本人已经拔一手出来。伊讲中国人，伊讲国内试看卖，讲我到即摆无人敢去啊，包括南海嘛同款啊，弄到了了啊，越南、菲律宾、中国、马来西亚、云南拢去啊，占南海土地，迄种日本天皇的领土，哦，啊，伊遐要抢石油了，即摆拢走啊，一直到三礼拜前，日本这边礼拜拜四下暗时两点多，安倍内阁又通过一个法案，叫做。新安保条法有无？新安保条法，即摆日本已经一个正确出门了呢，去参苏联演习呢，啊伫南海啊，美国嘛伫南海派正确，伫南海啊顺阿强啊伫，阿强啊伫南海啊附近哦，就伫中国的八百海里所在有一条礁，哦，那海里应该好多淹没下来礁，啊那海海涨潮了，还阁有好多洞，所以迄个叫做刺瓜礁。啊，中国人真厉害，移山移岗，甲中国的山挖过了山，去遐囤海，好囤甲真大，占所在啊。但是各位免烦恼嘿，国家有国家法，世界有世界法，海洋有海洋法呢。迄海洋法的法外人讲啊真清楚嘞，伊讲即使你们中国人把全世界的土地的泥土填在那个刺瓜礁，也不会变成你们的领土啦。所以美国人讲那是侵占的行为呢。所以即摆吼。伫欧习会通过了后，过了后，奥巴马伫国会伫联合国国会
联合国一直强调说中国人民不要以大欺小，你要遵守国际法，遵守国际法强调三西派，这条台湾政府关联，左右关联哦。不来，台湾政府那个在国会上报道开始搞你，哦，联合国主席不让我看，让我看哦，看最多表示要甲台湾人民讲，台湾政府六个州、五十个郡办公室拢准备好，随时会当来发政权哦。不来，咱一直要甲亲戚朋友讲，讲赶紧来办签证，因为伫台湾的中国人，因拢知这张签证这个袂使用啊。啊，护照也袂使用哦，哦，啊，所以呢，伫台湾的中国人赶紧来领因阿强啊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给因的旅行证，因为中华民国不是一个国家，不是国家就不能有护照，只能他兄弟发给他的旅行证，因啊摕到这张旅行证要出国，咱摕一张等同中国护照，那台湾人要安怎？这张袂用的，赶紧来办这张，这张签证如果若摕到嘞，美国爱发咱旅行证。因为台湾是美国占领，台湾也不是一个国家嘛，袂使有护照，只会当占领全国就是美国人发到咱的旅游证，摕到这张嘛等同美国护照了，哦，这个样的。那这个签证呢，重点是阿飘这四字 USMG， 哦 ，USMG 呢是代表美国本土政府，重点在遮吼，即个咱来咱小邓吼，甲咱放一块影片吼，咱台湾人下一个大姐去美国。通关就可以了，就这张。